许多宗教视为珍贵生物的沉香，因为生成时间长、产量稀少，而且开采不易，自然珍贵，而且价格高昂。而在台东东河当地，专职种植沉香和牛樟已经长达20多年的陈正庆，从种植、植菌技术、提炼萃取，结合生产到销售，一条龙产业化经营。除了做自己的品牌，也帮许多农户代工，是在花东地区最大的产油厂区，更有不少国际客都指定要他们家提炼的精油，销售范围遍及美国、中东、日本等国家。取自天然最精华的精油，清澈透明，这是来自东台湾最迷人的香气。因为我们算是花东地区最大的产油的厂区，那很多农户附近的农户都会找我们这边去做代工，所以我们代工的量也蛮多的。走进神秘的实验室里一探究竟，仰赖微生物及组织培养的技术，沉香木摇身一变具有经济价值。在台东东河当地专业种植沉香和牛樟长达20多年的陈正庆，从种树、植菌、提炼、萃取到生产销售，采取一条龙产业化方式经营。这个就是沉香，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结香的部分，啊、哦，较乌的部分就是结香较水的部分。啊，这个茶是伫树仔顶结香要做半年的树仔呢，啊，阮即摆来起进种。我们就对这个有结香较水的所在，加切片落来培养皿内底复制。每一片都是万中选一，取下树的组织切片，放到已经调好营养源的黑色培养皿中，慢慢走菌生长。陈正庆在无菌室空间中作业，大量复制的菌种，过了几天后，直接升等专属套房。这样做好啊，吼，就当摕过来这些生成培养的摇床来，这吼吼，加做。啊，那做好的时候，像安尼持续伫迄、那个，做五天至六天吼，伊的菌种就会成熟。不停晃动的褐色液体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微小生物，菌种在专属的摇篮里生长。一些营养给它吃到，那吃的胖胖的，哦，吃的很壮。可是你用甩动的原理让它分类出来，一只变10只啊，变5只啊，吼啊，它又吃的又分化出来，越繁殖越多了，所以那时候生成培养哦，就是要有震动，可以让它成就有氧气啦，哦，有好东西吃啦，啊，分类的才会快啦。啊，这是迄个沉香的菌种，咱都爱做生成培养，迄培养好会注意安尼，啊，即摆来用个，你要管哪底，啊，来做实质上的迄个球啊顶点滴注射。我拍下谁？卖拍下卖拍下一半多。哦，这丛大丛的吼，这丛啊，对头啊起来粗20公分，拍头空安尼。钻到树木的中心点，再敲上钉子固定，挂上点滴瓶。哦，你也看伊这有这内底有一挂杂质在遮无？又慢慢的对对也行，就讲伊水有在吃落。菌水从钻洞口慢慢渗入树木里，一瓶打完少说也要2天时间。依照树木大小而定，如果是直径10公分的树木，就需要差不多1万 CC 的菌水。一般的枝条的话，是小树的话，大概从3年左右，它树朵里面长了2个枝条、3个枝条出主树干出来。啊，我们本身就留一个主树干而已，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植香。啊，把小的枝条全部来采收，啊，就主树。透过分段植入树内的菌种，而让沉香树再次产生结香的菌种。随着树的生长，就会结成珍贵的稀有沉香。这奇妙的变化，也让沉香被称为植物界的钻石。其实咱那么植香鬼了，对啦吼，拢用这个三角锥来抽针起来，对，知影你植进的是迄个效果安怎？以前拢爱错掉，才知影内底生作安怎个吼。即卖变，即卖会当抽心起来检验。哦，即都规个拢白色，啊，这是沉香吼，咱这是沉香，咱有稍微有直径过。
我是算讲树啊较细丛吼，有初步用较轻的即个剂量，吼，先来植进，这是有咧植进轻微植进，植进一遍，吼，甲抽心起来，伊个成果是安尼啦，吼，即个是完全没有植进的树啊，证明是没有白做工的。与城乡木森林为伍20多年了，但其实陈正庆曾做过许多行业，曲木加工、种释迦，他样样都行。嗯，阿伯，咱种这片五分偌地，我看你这土足乌的，你这是用什么土在种？啊，这咱这的土拢属迄个属乌土安尼性质安尼吼，这土咧大概紧安尼。这个土质吼算未歹啦，城乡树是盖好种安尼啦。啊是算介好管理啦，啊你大个是速度嘛较紧安尼。啊，不过咱东埔市我那有一个歹处，就是讲安伊我那介惊风台啦。哦，所以不管你有用在支架对吗？最怕的就是无可预期的天然灾害。2016那年，尼伯特台风重创东部，阿伯种的树木几乎全毁，一扫而空。想着自己既然有这个专长，干脆就借着风灾转型，全心投入炼油事业。我规地来吃的时候，啊，经阮大神的粉碎机哦，粉碎了就是拢变安细地啊，安尼来啊，安尼。哎，一定要变种安尼，才会使来炼油。啊，因为伊加较细地时，你炼油炼开会出来啦。啊，那上大地吼吼，那油炼未出来啊，炼未清气啊啦。阿伯，你的萃取的方式跟一般外口无同吼，你这是用冷萃法对不？这是设计吗？这个炉啊，拢家己设计安尼啦。内底才得500公斤对不？所以是吹是做500公斤的原料安尼。我是较铁桶的才得啊多，啊恁就用柴烧的方式。用柴烧的。这点是啥物时阵对到即嘛？这点是早暝都10点开始煮到即嘛呢？啊，无眉毛。早上都没有休息，只顾着炉火。差不多到中午就休困了，安尼。哦，到中午就好了。嘿嘿嘿。取下结香成功的枝条，提炼精油，炉内单纯只有木柴跟水。500公斤的原料，只能提炼出少少将近500公克的精油，滴滴珍贵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是要玩猜谜的游戏，就是这是我们厂区就是做的6款的这个精油，那都是台湾就是东部我们这边在地生产的。农损很严重的那一年，倒是把女儿陈继维也吹回来了，带领农游体验活动，游客能试各种精油，还能 DIY 制作香膏。就是藉由体验过程当中，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它是怎样生产的，然后藉由互动，然后知道说我们对于农业的坚持以及我们的一个想法。让这个土地永续，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在台湾在经营农业的这些知识。快速搅3秒之后，就赶快把这个就是那个精油膏就是放进去铁盒里面。对，它凉了之后就会凝固。我跟大部分可能返乡的青农一样，我们都是父母亲就是从农然后一手带大的小孩，所以我们也是放弃了在都市里面的这个工作，然后就是回来家乡帮忙的。这是卧香，运用年轻人的优势连接在地资源，他把父亲原本定位在代工的角度转换为自我品牌经营，但初期光是品牌包装，父女俩意见就大不相同。我们有做了非常大的革命，因为他那时候我记得很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包装都是用那个塑胶罐，然后就装着精油就要卖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是不行的，所以我就去买那个非常专业的铝罐。他还为产品量身定做了精致外盒，甚至不一样的包装罐。反向这些年，他也积极参与相关比赛和展会，借由不断曝光的机会，让自家的精油浮上台面，于是越来越多客户找上门。那陈家的精油，它是点在手上，就是点在手上，要这样，对，就是拓开。美国的客人会来找红块木的精油。对，那还有一些像是中东会来找沉香的精油，马来西亚也会来找沉香的精油，还有可能日本的客户也会想要了解沉香的精油。
靠着扎实的技术，陈振庆点木成金，把平凡沉香木变成具有高经济价值的精油。凭借女儿的创意和巧思，把这迷人的香气推向无远弗届的国际舞台。